这是两条相信爱情的黄鱼，因为爱情，他们离开了东海，来到了四川。黄鱼处理好过后，在背部给他上一字花刀。这个海鲜在我们内陆城市的话都是很贵的哈，像这种黄鱼的话要25块钱一斤。上好花刀的鱼肉里面加入一点姜葱、料酒、胡椒粉，然后把这个姜葱腌一下，在鱼身上给它抹两下，把它放到里面先腌制个10来分钟。再来一点姜葱蒜，把它切成颗粒。这个呢是我们自己泡的酸菜，叶叶我把它切了的哈。这么贵的黄鱼都买呀，不可能还整点叶叶在里面浮起浮起的。酸菜也切成丁。这里呢我们还准备了一块煮熟的五花肉，把它切成小丁。平底锅内下入少许的油，油温烧热过后下入腌制好的黄鱼煎一下。这里呢我们不要着急，先用小火把一面煎黄之后再翻面，继续用小火煎制，把这一面也煎至金黄。两面煎至金黄过后，先把它夹出来备孕。哎呀，这个夏天炒过菜实在是太热了哈，现在外面的天气是37度，大家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哦。另起锅下少许的油，不是有句真子的话吗，你做活肉的样子虽然很狼狈，但是你过年丢色子的样子却很潇洒。这个天挣的钱大家千万不要拿去打牌输了，真的一点都划不来。你看看这个汗水啊，跟实在热得不得了。把切好的五花肉扣扣给它放进去，稍微把它煸炒一下，这样子吃起来才会香并且不油腻。然后下入姜葱蒜颗颗，稍微爆一下过后下入酸菜，然后烹入一点料酒，再加入水，调味盐巴、谷氨酸钠，不喜欢的不放，来一点焙糖活味、胡椒粉，下入煎好的黄鱼，转小火先把一面给它烧个5分钟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鱼肉一面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哈，这个汤是烧得逊白的。下面我们要给它翻一面，有一丁点翻烂了哈，继续把这一面再给它烧个5分钟。鱼肉已经烧来差不多了，下面关火直接出锅装盘即可。出锅喽，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简单又美味的一道黄鱼就已经做好了，虽然是川式做法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放辣椒，吃起来更加的鲜美。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。那给你加点鱼肉好吗？这个鱼肉没有刺的，但是有刺你要吐啊，要小心点，知不知道？还有肉末，肉末要不要？好香哦，年味刚刚好。你吃过这个鱼没有？这是海里面的鱼。